我在菲莱斯休整的第四天了，天气好恶劣啊，白茫茫的雪。本来是说在这边等天气好看太子十三峰，或者去这个雨崩村徒步一下，现在哪里都去不了，真是瘫了。现在不让这个天气恶劣，路况也很差，前面已经封路了。我们看这些车都在这里等，走不了，所以还要待一两天。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问的最多的相机是什么，给大家介绍一下。现在还在下小小雨夹雪，外面太冷了，到屋里给大家介绍。有很多小伙伴在评论区问我，我用的是什么相机，就我有回答一些小伙伴哦。但今天还是给大家正式介绍一下它。我头上戴的这款是 GoPro 的 HERO 8，现在市面上的最新款。画质、收音以及这个稳定性的话，大家通过看我的视频都可以很直白的了解，所以在这些核心的东西就不用给大家介绍，主要再介绍一下一些细节的东西。第一个 HERO 8，它最吸引我的一点就是它这个自带的这个安装支架，它就是相比加一个外框的话，那肯定更轻。另外一个，它直接安装的话，显得会更加简洁。像这样装头盔上或者装在自拍杆上的，你就不用再加外框了，显得就会更加好看。就像这样子就可以了。不用像以前还要加一个外框，把这个相机放到外框。第二个就是可以通过手机连接你的 GoPro， 通过手机操作你的 GoPro， 这是一点。而且它还可以直播，这是延时，这个是视频，然后这拍照，这就直播了，可以推你到一些直播平台。但直播这个我觉得有点鸡肋。第一个就是你这种玩极限运动啊，很多视频它是不支持，它觉得它危险性太高了。那还有第三个功能，我觉得很好用的地方就是，如果你把这个相机，它是有两个按键，一个是开关键，一个是摄入键。你如果把开关键开起来，你再摄入的话，它耗电量是很大的，以及电池用不了多久。所以我们通常的话，相机可以不唤醒它，也就是在关机状态，直接按这个摄入键，直接按摄入键的话，它也可以开始拍摄。现在是关机状态。你按一下第三声就是开始拍摄了，现在是在录像。然后你再按一下它第一声，第六声的话它就是关机。你如果用这个状态去录像的话，你的电池使用的时间就会更长，不需要重复的开关机。我觉得这个是很人性化很实用的一个设计。第四个的话就是它这个屏幕是触屏的，而且它屏幕是可以锁屏的，我们看一下，现在是锁屏，然后你往再点一下就解开了，所以它这个是很方便的。照片的话，你可以同步到手机 APP， 也可以把这些拷到你的电脑，而且它的 APP 还可以剪辑。第五个，就是它这款相机的话，有一个裸机防水功能，如果你是骑行的话，或者说普通的运动的话，完全没问题。因为它能满足10米的裸机防水。如果你是要浮潜的话，那就要加这个外框了。如果你喜欢运动摄影的话，那这款相机我觉得还是挺值得入手的。关于这款相机，我们就介绍到这里。